气。对，能怎么样啊？一个刚才小，他来的时候很快，一个小他还有什么路子，什么初中的时候来的长不长？我来很长，你进来吧。哎，太重了吧？太重了。你太重了，你重财物啊，你财全了。你送礼了。这个时候该虚心的。不知道的，我这样啊。不知道。不知道你怎么听，我不晓得。哎，保护的好。哎，保护的。哎，我晓得你的底，三下一条我知道。啊，这就出去。第一步就是去。哎。哎，一点是吧？所以你都不过两天，现在你晓得了，晓得。不能拉的。好，好，再换一个。这个是主攻的，也还是要引清楚。来，你这个的最大一点。来，也两点。两个人拿一点也打出来，打吧。下面一个是什么？是起这个左拱的。左拱第一个动作是先下，右左边，扑过来。啊，这样走，这样你走了也好。知道这个下面那个时候呢，这个时候也可以跳下去。如果对方很重怎么办呢？很沉呢？但对方很沉的怎么办呢？那我就进一步了。这个步啊，蹬后腿的，哎，蹬后腿啊，无论侧，这个步啊，就是。我划开了，他不走。我们这个时候，用这两把腿啊，你看，这就发现了。
不是这个第一个，你把这生命留下。杀了王，这也走了吧？啊，这个不好，再来一次。你看啊，走过来，你不要顶顶了就行了。这个就两个字都给你啊，这个是这个女的啊，两个字给你。他跳，就这样。跳。这个手在这里头，可以保护那个档，不要这个，因为这个打不动，因为谁能打得动？那你再来，那你就，这个手摆在，摆这里。那么，假如说这个静的话呢，静的话呢，静的话用这个呢，这个不能保护，到这里能搞，他这个在顶的话，我也打出去，再用这个打不动，像这我用这个打不动，打不动。是用这个打，要用这个药，用在贴这个地方上呢，用这个腿打，整体性的，你这个是不是？你看我在这里吧，你在这边挑，这是那个叫挑，不好挑，哦，看不到，这个，这个，他挑了，这个，啊，挂到我就。挂到你腿拿回去了，要快，怎么一天就拿回来了？哎，拿回来我就捅，就捅了。他这个捅，一定要，这个基本的按下去。现在你们好多这个基本的，这个是哪里？那个这个，这个叫做镂空啊，什么镂空啊？这是到这里。不要怕他来，来吧，就这么的，没有啊，对，没办法，是吧？这个左手右手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也一样的，也是一样的，反正你是一样的，划开，划开是都可以。这地方呢，这地方把它，啊，任何地方它顶到了。顶到什么哪里？它不是手顶啊，是这个整个人下的。可以把这里，它留了吧？它这个片，它片在里，所以你在哪里不成就打哪，这样你挤过来，挤进，看看片这里吧。换什么方向打？去看到那个片子。灯光都跟上过来，放到我身上里。你带来了？这个啊，看过来了。片子这里呢，这里呢，是吧？就是到这一块里边，对不对啊？直接出去。这个是方向盘，这个也一样。这两个哎，也去。都缺都可以，这个我们的你不能在背死，不能背死，对他，你把手过来，手这样子，你再按我吧，按我这个对了，这，对，你手摆这里啊，你不抵抗，你讲声音的抵抗没有？没有啊，是吧？要不要抵抗？要抵抗的话呢，啊，我打就去了，不能抵抗，不能动，清醒的。那他抵抗，这去了，抵抗去了，所以不能抵抗，不要轻轻的。不行，你终于有个镂空了，但这个死了吧？这个死了，这死在哪里呢？这个顶啊，等于。你多了一点，要我按你是把我打了什么？我还是虽然你帮你，我还是活的。你对，这个真的，一天一直在，你打算活的？你见到的时间长了，见到。假如我用这个画来打，药来打，那什么药打啊？我用膝盖打，再放打，这个你就看到了。
再用脚底打，用脚底打，对吧？它速度都不一样。我用这个将这个腿，你看将这个腿，哎，你们一定要用这个距离将了这个，那个那个嘛，就把这一条腿都用出来就够了。这条能用得出来，再用那条就没；这条能用得出来，再用那条就没正。你现在还用这个用得上？都是一眼都在这个底下，都底下了，没有动，不动，那动动一点，挣了一点的动，挣了一点的动，动了就这么跟着这么点，是吧？听到了，好，你用一点那就好使劲了，对不对？完全一眼，到人家都不动了，都不动了，啊。再拍一下我出去了，你跑我也不出去。这也不是没什么稀奇性啊，对不对？什么道理啊？你一抛要五个人震动，震了他，把你来看，你行吗？他厉害的，哦，厉害到，他没气度的，不要让我来打。七个，就两个合适的话，你们两个起来，两个起来啊，对，啊，不明显，哎，要打你们两个打开，两个打开一个，两个打开一个，对，你们这边看，这边看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出来。Down on the wall and on the side. Thank you.